到正火艺术工坊，这里是汇集创作、演绎、艺术展示等功能的大型公共文化中心，为成都市建设美丽宜居公园城市贡献了文创力量。走吧，开心打招呼，来打招呼。这里面不简单呀，感觉我都害怕。你没发现我们现在进场都那种哆哆嗦嗦往里走，生怕有什么东西又掉了。这些画儿，这是比密室还恐怖的一趴。这个棍儿啊，不是你踩，你想踩就能踩得上。他肯定一摁就没了。棍儿伸缩的，我这咋上啊？我这爬上去，看着有点疼啊。大家刚才已经收到了镜中怪谈，根据怪谈的规则，今天最终只有一个人可以获胜。哦。因为你们中有镜中人，所以接下来的这项任务获胜的成员就可以获得验证别人身份的机会。哦，现在镜中人已经知道了吗？不知道。不知道呢，不知道呢。什么东西啊？怪谈五，在挂满人形面具的房间里，镜中人照镜子是没有脸的。啊，没有脸！放过我吧！天哪！龙姐，小童老师。如果每关一巴都你都要坐下一下，你这个你就给他准备一个轮椅，我们推着他就。这个我不行了，这个太可怕。大家刚才又看到了怪谈五，在挂满人形面具的房间里，镜中人照镜子是没有脸的。在这间艺术馆里有一间挂满人形面具的房间，能够帮助大家来验证谁是镜中人。进入房间需要密码，我们这项任务有两串密码，获胜的成员可以进入房间进行验证。就两个人赢呗，不赢是不是就不用进入房间了？是的。小童今天准备就是什么都不要，什么都不知道。请来领取任务卡。小童。这小童是零。你来念念吧，壮壮胆。你来念。儿哥那意思说又不敢玩又害怕，你也只能读这个了。斜坡舞台上有16根柱子，请借助柱子努力留在舞台上。哎呦！哇哦！但柱子会随机消失。消失了，没了。掉出舞台的成员视为淘汰，最后一个留在舞台上的成员获胜。战赢了。啪啪在上面是吗？啪啪在上面。啪啪啪在上面。如果对决的两人长时间处于僵持状态，我们会优先撤掉你们手中的柱子。这项任务需要大家换上光滑材质的服装。OK。试试去。滑吗？上去，上去，来，就直接上了。哇塞，这么高，这么斜啊，这个坡。哟，活动活动，活动活动。哇，凯哥好可怕啊。凯哥不要这样吧。好 man 啊，好 man 啊。我好喜欢啊凯哥。好 man。 好笑。来吧，我们这项任务会两两对战，第一组进行对决的是程程和凯哥。什么？你有考虑过程程和凯哥吗？来一个厉害的。怎么开始动作是什么？
哎呦，这么婀娜多姿，哎呦喂，你看他们，哎呦喂，哇，这姿势不错，好美啊！你们俩就别摆这个造型了，真的，我觉得。快打起来，打起来！海哥上。进行对决的是程程和凯哥，凯哥上。等会儿，等会儿。呦呦呦！跟他玩体力类游戏太可怕了。等会儿，凯哥你太快了，凯哥你太快了。凯哥。凯哥，别把这柱子抽了，怎么这里？缩管。又。Oh my god！ 又。Oh my god！ 你别打起来，打起来！猛男对决。改革！程程用肚子杀程程了，这积分吗？这算不算积分？你把什么东西给拖下来了？换一根，换到上面去，上这边去，等着。对。又。好像一对睡双人床的兄弟。等会儿，拿脚夹住他，夹住他，拿脚给攥住了。来了，快，生快！来了，这一只。顶住！好小心啊！坚持住！恭喜第一局胜出的是凯哥，凯哥，哇，好累啊！太累了，刚刚好消耗完一天的体力，消耗一天的，接下来是陈哥和一山。这有一个力量的，有一个灵活的，这是。一山肯定很快。不是，这快没用，他一巴掌就给我抡下去了。这组我也很期待。来个追逐赛。哎呀！
再上去。可以了，我这个缩进去了，这个。骑在头上，就骑，哇哇！你看陈，其实根本就没用那把。哎呦，这是瞄准了，直接他玩人肉炸弹，都往下拽，这一下就怕一下使劲塞嘴里了。冲啊！冲啊！冲啊！刚才你是要给他来个提花的，提花，提花，还真是一山不容二虎啊！太累了。接下来是沙哥和深深出战，两位重量级，来点精彩的啊！哎呀，差点给他干折了，他们把这个踹折了。这个距离对于我来说比你们远，这中间隔了四个周身。太残忍了，唯一能扣着的一个还没了。快点过来，为啥你不过来？快点过来，你过来，你过来呀，你过来，你快点过来，为啥你不过来？过来，我过不去，我要能过来我就进攻了，我怕我一过去直接从这就出去了。跟想象中不太一样哈，好远，好远，走这么远啊！哎，起来了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！哎，起来了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！你要蹬一脚，你往上蹬，沙哥，往上蹬，他你就不会掉下去。来吧，深深。哦，可以。哎妈呀！哎妈呀！往上蹬，赶紧蹬过去吧，使劲。弄到我没那么容易，没那么容易。我下一个格，再下一个。啊！好，对，把那个也给他撤了。你遥控呢是吧？这个脚可以可以，挠脚心，挠脚心。这什么招数啊？这都身下炸窜，脚脖子，脚脖子，哎。你不怕腰折了吗？啊！哎呀，不行，腰！啊！哎呀，不行，腰！哇！腰！哎呀，从一个婀娜多姿的老人变成了一个痛苦面具。KPI 已经完成了，刚才那连续四次的漂移可以够了，恭喜周深胜出。呀，他太灵活了，感觉他好像都在这生活，平时在这种地方生活一样。捏捏，好，没事。接下来请白鹿和吉克出战，咱俩不打行不行？不打，求求了，求。压轴，压轴，压轴，还说成压轴，压轴，天哪！可以的，压轴就我们俩又无聊又臭又长。
我们很平和的啊。真的，我的指甲我什么都干不了啊。哎、你扎在那个泡沫里，你像那个金刚狼似的，金刚狼。啊，知道吗？对。好帅啊！对。哇，好帅啊！打起来，打起来！不是说好啥也不干的吗？来了，这就。对。哇，好帅啊！不干了吧？哎，上来之前跟我说咱俩平平和和的，我这手指甲啥也不能干。你动一下，你动一下。动一下。等一下。不，他得动了，不动不行了。等一下。你赶紧过去。过那边。我咋过去？是猫女。猫女。感觉他挠我，我感觉像你要快。白落脸都变化，快打起来，打起来！我们要看打起来，快打起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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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起来！我们要看打起来，哎，快打起来！我们要看打起来，快打起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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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起来！我们要看打起来，打起来，打起来！哦，架在上面是吗？快出来！右边，后面有。Hello， 哎，起来了，有了。那上去一个。哎呦哇！有可能在跟自己打架，是不是？的沙哥吗？灵感来自于沙哥，自己的逃亡之路都。同样的路线，逃亡路线一模一样。追他，追他，这个上，快打，快打！四川名菜蹄花，来一个。你这好不光彩，居然让女版沙哥赢了。现在有一条老沙路，沙路。接下来轮到小童和雨琦出战。我先试试。我跟你说，雨琦，小童的杠铃那都是200公斤起。200公斤。小童最近可不太一样。为什么不用脚？他腿太长，没够着。哎，已经累了。加油！加油！哇！你们两个来自北京的姑娘 PK 一把，快挠痒痒。还有沙路，还有沙路能走，走你。踢花、哦，这个来不来？这个来不来呀？咋还点他了呢？咋还点沙路？咱俩点，给我撑起来哪个？快出来！好累。这个换，走那条沙路，走沙路，咱不走花路了，回沙路。给我一个这个棍儿呗。谢谢。还要谢谢？你们这个。哎呦，重新来啊！又回到了沙路，走我那条走沙路，走沙路，走我那条逃跑路线，走沙路过去，走沙路，哎，黄金沙路，
迂回迂回，走，咱绕大圈走，小游，小走，小游，小小游，小游啊，咱大圈游，大圈游。这什么？我不怕痒。你怎么怕痒？你怕吗？我能。我怕，我怕不行，我怕不行，挠下去了。恭喜雨琦胜出。不行，还可以。我这你看我们俩这先挠。那我们总共有五位成员胜出，分别是凯哥、张一山、周深、白鹿和雨琦。那五位当中，我们会通过抽签的方式来决出哪两位成员可以查看其他人的身份。我肯定抽不中，二抽一我都抽不着。或者五，我们五个人上去看谁活到最后两个不就好了？对，五个人混战，我觉得可以。哥哥，我反正不上。抽签就没意思，这种抽签都是通过命运，一定要通过实力来证明。你们不累吗？就是要看混战。好，就要看混战。你在干啥？就要看混战。五个人混战，你有胜算。你去，我咱俩一起来。走，来，你来，我们俩一起来。别动，我们俩啊，我跟你说，铁定了。周深，拍的是周深啊，小白耗。我过去，你过去，我是要过去，过去呀！完了，哎，周深，我的天，你看周深，你这厉不厉害？周深，可残忍了，周深，周深很深啊，这个人。周深啊，披着羊皮的狼。喂，好，哎呀，杀戮，走杀戮。你来我这儿，我逃命。见缝插针，给那小白鹿。我逃命、啊。我先给他蹬下去。深度好睡眠，为奔跑加速，喜临门床垫提醒您，下节更精彩。本节目由安慕希独家冠名，换新美味，奔向美好，一起安慕希。本节目由深度好睡眠为奔跑加速的喜临门床垫特约播出，欢迎登录联合独播平台优酷、腾讯视频、爱奇艺 Z 世界观看更多节目内容。周深的腰都快断了。宋雨琦这个时候进攻，进攻郑恺。没有。宋雨琦这个时候进攻，拽郑恺的手。别打！
太累了。好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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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司机，司机，恭喜雨琦和凯哥胜出，获得验证的机会。根据怪谈舞的指示，在挂满人形面具的房间里，镜中人照镜子是没有脸的。验证屋里有除了你之外其他成员的面具，如果你怀疑谁是镜中人，就请举起他的面具放在自己面前照镜子，如果出现的形象是他的脸，说明他的身份就是人，但如果照出的是一张白色的面具，就说明他是镜中人。哦，那现在就请两位来领取你们的密码，密码就写在 MC 新推出的长白山蓝莓味的瓶身上，它里面的蓝莓是长白山产地直采，同时还减少了50%的蔗糖，好喝又健康。哇哦！请举起你想验证成员的面具。先测一个咱北京人。他的身份是。好可怕。我的个神啊！请举起你想验证成员的面具，他的身份是。验出来了谁是个什么东西了吗？你验出来了，你是不是什么都没验出来在这演呢？嗯，哎呀，戏太足。哎呀，啥呀，影帝级别。演演，我知道，我离你们远一点。接下来我们就要前往路易城堡，在那里争夺验证身份的机会。哎呀，